我现在这个区域啊，是拉合尔的老城区啊，这边都是以卖一些干果啊，然后一些集市的啊。你先往里面走看一下有卖什么的。这整个区域啊，都是以卖干果跟玩具为主啊，而且都是批发的。刚刚看了一下，这边的商品啊，都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啊，没银串的，估计都是从义乌过来的。哇，没想到义乌的商品在这边就相当是一个大的义乌商城一样。看了一下这边的商品也都是中国制造的啊，这个也是 made in China。 How much the brand is this? How much sorry 200. How much this one? 45 rupees. 这一个区域很大呀，然后所有的商店都是卖玩具为主了，而且基本上都是中国商品啊，价格也卖得很便宜啊。刚才看一个那么大的车才卖8块钱人民币。到这边卖的都是一些服装的那些辅料啊，各种各类的辅料都能在这里买到。这个应该是用来装饰那个衣服的花朵啊。This one, how much the price? This one? Yeah. 1800. 这边箱包、地毯，然后对面是有玩具啊，像单车之类的。你去看单车卖什么价格？哦 ，OK， 这个是1450卢比啊，就相当于是60块钱左右吧。可以看到啊，这边的厨具各种各样都有的卖啊，这锅好大呀。我们现在往里面走一下。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。虽然现在是斋月，但是他们这边没有那么多顾忌啊，还是在做食物准备卖了啊。然后这边就没有那么的封闭了，你看这些胸罩都是直接卖的。Hello， good。这边还会用驴来拉东西啊，因为这边的路比较窄。用这种拉东西的话是更方便一点。这个大叔啊，他的那个胡子很漂亮。It's very beautiful。这里不愧是2000多年的古都啊，这里也是莫卧儿王朝以前的首都啊，也就是被英国打败最后一个王朝啊。可以看到这边的生活氛围啊，气息是很浓厚的，就跟广州的氛围很像啊，都是以商品集散地批发市场为主的。然后这个里的话应该有点像广州的沙河了，琳琅满目的服装。这里是拉合尔的博物馆啊，在英殖民时期的话，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购物商场，现在它变成了那个博物馆了。你看它那个墙面都是红砖啊，它也是融合了莫卧儿王朝的那个风格在里面的啊。刚刚问了，这边是外国人才要1000卢比啊，他们本地人的话就是50卢比啊，就是2块钱就可以了，就差别太大了。而且里面的话我又没有那个导游，我可能也看不懂啊，所以说就不花这个钱了。在穆斯林国家看那种尖顶的房顶还是很稀少的啊。你看这边的，它是尖顶跟圆顶结合在一起了，也是英殖民时期然后跟穆斯林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建筑风格啊。How much the pie 1 kg? How much? Can you speak English? No? 340. 1 kg how much? 100 kg. 110 rupees. 这是他们这边当地人饮用的这种酸奶啊。它的制作过程啊，它是那个牛奶啊，然后放在这上面煮的。Yes, sugar, sugar, thank you. 要放糖在里面啊 ，thank you. OK， 要搅拌一下，给大家尝一下什么味道啊？就是也不粘稠，不是刚刚好，还是比较甜的，因为它放了糖，还是挺好入口的，不错啊。它也是在吃酸奶啊，它是沾面包吃的。How about the taste? It's good, good.
这边就是他们当地卖的香水啊，它这个味道啊，其实也不比大牌的差，这个味道很好闻啊。然后这个价格才100卢比啊，这个小瓶的，就是4块钱。就这位老板很帅气啊，他们街边啊很多这种剪头发、修胡子的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60卢比，这是他们开的修理厂啊。然后这个。然后这个老板是去过3次中国了。How do you think about China? China? Yeah. China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. Yes. Very beautiful people. Yeah. Very nice. Yes. Do you know how much the price this is mobile? It is 80,000 nowadays, new one. 说这个宏达的车在这边卖新的话才8万卢比啊，才3300多啊。二手就更便宜，可能一半价格不到啊。现在这边的老区逛的话，就有点像在那些县城里面的那些城市啊。这边的菜都挺便宜的，一公斤都是在20-50卢比啊，50卢比的话也就是2块钱。可以看到这个加油站啊，它加油是110卢比啊，就相当于是5块钱左右啊。看到前面的桥也是中巴友谊啊，北京。You are boss here? Yeah, yeah. Oh, that's good. Another boss is here. Oh, you have partner. This is a rented place. Rented place. Okay. Oh, this way, how much one month? Rent? Oh, yeah, for rent. You can say $1,000. Oh, $1,000. A dollar? You sure? Yeah, $1,000.